我觉得女网友她最近啊，觉得她的背部很痛，暗时呢啊痛得更厉害。那她去啊医院看医生，打针吃药都不好，然后呢去医院照 X 光断层扫描，也没什么异样。好啊，结果她最后只好去城隍庙收经。哦，可是收经的过程很离奇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她一踏进宫庙啊，哦，头就晕得不像话。哦，也先请教一下周老师，想要打进去他都尴尬呢，冻袂掉。通常来讲的话，如果说因为庙内底有神嘛，如果说这个，你看普通人一般人进去，他是不会什么头拱头晕的这种问题。哦，那如果说你有卡到来讲的时候，因为那就是里面的阴气，它就会一直躁动，一直躁动，那个躁动会等于是一个磁场的一个叮当，就会造成你头晕，头昏脑胀，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一直感觉坐袂掉，安尼徛袂掉，赶紧想要走啊。哦，是安尼吼。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又说，伊讲收经的这个阿哥啊，吼，点了三炷香，欸，但是挥一挥就断掉了，吼，应该爱怎样什么品牌啦。然后阿哥呢，再点六炷香，嘛中等呢，那后来阿哥讲呵，恁做嘛跟你拼，他点了36炷香，结果才成功，哈，没有再断掉。欸，再请教一下周老师，是怎样会断去，这有跟我代表啥？因为登去应该伊唔是咧神明头前，应该是搁伫咧外口。那代表说啊，内底有伊这个人真正有去刷到，真正有一挂物件伫咧歹命伫伊个身躯顶面。所以迄香通常来讲的话，香一支会断有可能啦，三支断刷了个第二次六支再断，这以那个霍兰丽真正真歹，真歹有这个情形啦。所以呢，他当然就是36支，36掌就是36天宫嘛。那你可能就比较没有他的办法。所以如果说内底有这物件来过，就较无法的。嘿，高先生，感觉一个拜一个啥烧香烧甲断去？拜啦，拜。哎，好。啊，你也感觉那是烧大拜。也对，去香烤去烧掉。哦，那个是，迄，那个是烧，你就是安怎呢？香柴全无好势去夹掉。那个是，我人讲那是发炉，其实那不是，因为说你在插炉的时候，你还要注意香未使夹香过密集，不行，它就很容易烧到。那老师，我请问一下，像我曾经是拜拜啊，然后三炷香，然后中间就是也香，不是慢慢就是会慢慢消嘛。那到一半之后，它就断掉，三支只断中间那一支，那是代表是分开的，那代表说有事要请，要赶你祭祀。哦，你讲断掉是断掉，不是熄火了不是哦，它是比如说到一半有没有，它自然就这样断掉，而且断的是很干净那一种，就是也没有切，就直接就断掉这样子。对，我等一下心肝头会怪怪，好像就是会有什么坏事要发生，会怕。不是啦，要生男主角。OK， 任何一支登记拢是怪怪哈。没有，因为任何一支登记，刚刚讲的品牌冇关系啊。因为你拄啊以这个香来讲的时候，伊唔是真，不是非常的好，因为无真理想。你可能在做香的中间，伊本来就无真好。那有可能是一支两支，好在你拜拜的时候一支两支的，有可能讲家一支。所以有时候你得真正拜拜的时候香登，也不会一下就马上想到那里。你也使去问神明，你也使把卦杯解问。那如果说拢无啥代志，有可能就是表示迄香真正品牌无好。那有时候如果像刚刚那个，就三支香、三张香，要做一阶灯，搁点6盏，要搁做一阶灯，那就几率或难率来对员工等于几乎零嘛。然后呢，这个元坡啊，跟阿哥哦说，一直有一股力量要把他往外面拉。阿哥讲，你莫出去，要用意志力请城隍爷帮忙，你出去就无救了，小修，出去就无救了哈。然后这个阿哥啊，拼命的把这位女生留在城隍庙里面，哈。欸，再请教周老师，其实有一个力量是干嘛？这女生要把这女生救出来呀？对，因为如果以她的那个状态来说，有可能就是安怎，因为真正是被上身，那个上身，当然她不愿意在庙内底，庙就是要已经要来给要来给制化了嘛。所以说她就很可能就一直要给救出去，救出去，救。所以那个有一股力量是要赶快往外走，完了，刚才讲来走来走，唔通过大家，过大家，较等下无命。哦，元坡在说。他马上许愿说啊，要去啊庙里当义工，说城隍爷的生日快到了啊，请神明祭酒，和也当瓦贵啊城隍爷的圣诞千秋，等于城隍爷生日，对，黑起当时啊。
陈王爷，因为陈王爷，陈王爷吼有真侪，他有因为有五虎王爷，有真，所以讲生日是真侪时间。哦，无敢换掉。嘿嘿。然后呢，说完他当场大哭，因为感觉让自己不保了哈、嗯。后来啊，这个当机把一张符啊画在水里，在他身上比划，他的背痛呢就完全好了，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动弹。只隐约听到有两个人在说着他听不懂的话。后来呢，张开眼睛之后，身体就完全痊愈了。哦，袁波啊，事后回想，应该是他先前有经过一个男生上吊轻生的地方。哦，那个人可能啊想把他带走。哇，上吊轻生的所在是算足边那讲很凶吼，真阴的所在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因为普通人上吊，嘿，有诶就是安那，那个上面那个吊的那个梁啦，嗯、比如讲看伊是吊在虾米所在，那个一定要送走，一定爱请老师改上吊，而且迄个所在爱清净，啊无迄吼真容易掠高腿，尤其是上吊的。很容易，真容易，因为迄种青丘戏所以讲足高。青丘戏是什么意思？就这样子，好好人就死掉了，叫青丘戏呀。嗯嗯嗯，嘿，伊就足容易掠高腿。哦。